Hello 各位好，又翻到嚟 Minecraft 啦。咁今集咧应该系第四集嘅，上集咧就讲到咧起咗呢一间嘅香港单位啊，具有香港特色嘅一间屋啦。然之后咧带大家参观一下啦，因为咧之前咧就有直播啦，然之后就改咗一下入面嘅装修嘅吓，改咗一下嘅，就睇一睇啦，带大家。首先咧呢个厨房咧，你会见到咧系用咗呢个木桶啊，呢个木桶咧就系、是。当时 NPC 更新的时候咧，一个嘅道具嚟嘅，非常方便。呢一度咧可以放啲厨房嘅嘢啦，呢一嚿就系烟熏炉啦，可以快速煮嘢食嘅一个炉啦。啊，呢两个就熔炉啦，冇咩特别啦。之后间房一如既往啦，冇咩特别。好，参观完毕，咁上下啦，差唔多啦。然之后咧，今集要做啲咩咧？大家见到咧，天都黑晒，但系哇有鬼啊，唔系，只僵尸喺出面啊。然之后咧，夜晚咧我哋咧进行一啲施工嘅工作啦。大家会见到咧呢度咧放咗几个嘅鹅卵石嘅，就系、是、咧我就想喺呢一度咧起一间 NPC 嘅屋啊，即系隔篱呢一啲样咧，俾啲村民咧更加多嘅屋。同埋咧，依家啲村民咧，哇，好似咩噶？咩噶啫？好似系僵尸嚟噶？啊，僵尸附魔甲嘅僵尸啊，佢过唔过到嚟噶？应该过唔到啊！过唔到我哋唔好理佢啦 ，OK？ 系啦，啲村民咧聚集喺左上方啦，所以咧其实就唔系话咁好嘅。想要一个繁华嘅村庄嘅话，最好咧就系咧将周围咧都起晒屋嘅，系啦。但系咧呢一度咧偏偏得嗰几间啦，真系唔算话太多，所以为咗吸纳呢一啲村民咧，我就决定喺呢度起一间嘅屋啦。冇错，我哋先睇一睇先啊 ，OK。先参照翻佢嗰个起法啦，就系、是、先起一个正方形先，咁样啦。然之后咧呢一度就要放木哦，咁就要拆走啦呢度，即刻做咗多余嘅嘢啦。呢度放四格，跟住呢一度咧会放嗰个楼梯嘅，呢度咁样啦。OK。虽然我就唔系话完全照足晒原本 NPC 新城村庄嘅，即系嗰啲屋嘅样貌啦，不过都大致上都跟翻嘅会。好，之后嘅话就系普通系啦，不能再贡献更多原木啦吓，太贵啦啊，太贵啦，唔得，即刻用鹅卵石帮佢铺算啦。好，鹅卵石，跟住佢哋可能有要求要个窗嘅 ，OK， 我哋俾个篮。呢、這个篮俾佢哋啊，费事咧一啲唔好嘅观感啊，系啦，唔好嘅观感。然后呢一度都系照整个窗啦 ，OK。之后咧就大致上已经基本上完成啦吓，完成啦个顶啊，个顶就会用木系嘛 ，OK。个顶用木嘅话就咁样啦，呢度就铺啲啦吓，好。OK， 大致上就系咁啦。之后整到门俾你啦。好，呢度翻嚟拎翻嗰个最基本呢一只门先，因为突然有一格屋就唔同咗，就唔系咁靓。橡木门，跟住起条楼梯俾你啦。楼梯用翻呢一只得啦。啊，呢一只。然后咧，鹅卵石。应该好快就过嚟住噶啦，佢哋。OK， 睇一睇先再。哇，乜都冇咧，得张烂鬼凳啫。唉，我哋扩大啦，帮你扩大。啊，整多少少，做多一步。哇，放多张台。唉 ，perfect 啊。虽然呢张，唔好啦，放前一格呢度。咁样啦 ，OK， 好。之后就呢度照用鹅卵石啦 ，OK， 然后就可以封埋佢啦。封埋佢就当然系用呢一只嘅半砖啦、啊、因为半砖咧可以咧防止怪生成喺上面嘅，啊，应该就唔会生噶咁样 ，OK。哦，哇，好，点解咁麻麻地嘅唔得？再铺多层先呢度。哎呀，黐得太埋添。冇计算个屋顶添，唉，失策，冇计到屋顶个范围，大致上就可以话系完成噶啦，啊，完成噶啦，系，我呢个系硬系有啲唔系好靓啊，不过唔紧要，我迟啲有机会再执，好
OK， 我想爬上去睇睇先，爬上去睇一睇先呢度。OK， 如果要跟翻佢呢个样，佢呢个咩样嚟噶？哇，佢用楼梯起喎，呢一个用楼梯起嘅呢一个叫做屋顶喎，其实都可以嘅，都可以嘅，试下先。好，搞掂，起好啦，起好啦，起咗一个类似同隔篱嘅装修差唔多嘅屋啊，而家可以睇一睇啦。啊，应该都几相似下嘅，啊，系嘛？睇下先，应该系啊，几似啊，唔错啊。好，睇内部装修。啊，内部装修咧就有冇咩特别大问题啊？应该冇啊，好似穿咗一层窿啊。哦，系啦，穿咗一层啊呢度。正常人哋咧系全部围晒，跟住剩翻中间嘅空格啦，但系我就冇啦。啊，应该系咁样啦，系嘛？啊，大致上应该系咁啦，呢一度都系啦，呢一度都系开封埋啦，咁我睇落就靓啲啊，呢个位可以 ，OK， 搞掂，起好啦一间喺呢度，执埋 ，OK， 起好一间啦，咁就，虽然隔篱呢一度个顶系大啲嘅，系喎，呢度突咗一格，呢度又少咗一格，唔平衡喎，执执佢先。OK， 起好啦，起好啦，应该就同头先啊，唔系同隔篱嘅装修应该差唔多啊。唯一呢度要执执佢啦。OK， 内部装修再。好，应该就系咁啦嘛，定呢度再多一格要，差唔多啦，好。OK， 话非常完美，我觉得啊，完美。好，到呢一间啦，呢边都系啦。鹅卵石就应该足够咯，我谂。好，照旧，照旧，照旧起一个嘅鹅卵石。之后咧，整呢个楼梯。下一步就，哎，又唔记得咗，又唔记得咗呢度系放原木嘅。好，会唔会突然间打我啊？呢个铁巨人，好惊啊！有心理阴影啊！之前打死咗，唔知道发生咩事啊！做村长好人冇好报，仲要俾佢打死，唔知咩事嘅情况下俾佢打死，极度邪恶嘅铁巨人。好，应该就搞掂啦嘛？诶、欸？点解呢度少咗格嘅？呢度少咗格喎，系喎，呢度少咗格，褪出一格啦要。好，搞掂，整好啦，整好啦。呢一间就系第一间 NPC 嗰间啦 ，NPC 嗰间，然之后左手边嗰两间就系我刚刚起出嚟嘅呢一间啊，咁啊内部装修一如都系唔掂嘅，啊而家要再执啦。不过其实咁样咧，有啲空隙嘅话咧，睇落咧都好似可以利用呢啲空间可以起啲嘢。OK， 搞掂，搞掂。好，一切都准备就绪啦，间屋吓、啊，除咗争张床之外就冇咩特别啦。下一步就系将，诶，张床已经冇咗啦呢个。哎呀，下一步可能要搵羊，可能要搵啲羊翻嚟搬一搬张床。既然系咁咧，我哋一阵间咧就去搬一搬只羊啦，或者剪羊毛啦出去。好啦，我准备咧出去搵羊毛啊，但系唔知点解咧，我间屋咧越嚟越多啲奇怪人，啊屠夫啊，唔知点解入咗嚟啦吓，霸住咗个炉。生雞肉同埋生兔肉換六寶石其實都還可以嘅，但係冇雞肉冇兔肉，唔好意思，幫你唔到啊。OK，
系时候见证下呢两个自动农场啦。嗰边有六个面包啊，呢度咧，哇，呢度17个面包，简直系大丰收。我觉得系几好啊，真系呢一个自动农场，真系唔系讲笑。以后都唔需要自己掘嘢，唔需要自己搵嘢食噶，我真系有啲过分，我觉得有啲过分，劲得滞，我觉得，但系唉，冇办法啦吓。我哋始终咧都系要向住呢一个嘅高科技进步啦，同埋或者一个叫做进化啦吓，进化好。依家咧就出发咧去搵呢一个羊毛啊，暂时就唔好捉羊住啊，有牛有猪啊，鹰啊。到时嘅话就整一个农场啦，可以话系好。如果呢边有牛嘅话，我相信好快咧就会开始整一个牛嘅农场啦，因为咧需要皮嘅部分都比较多啦，做一啲嘅书啊，或者做一啲书啊，或者系牛奶可能打怪会有用。好，咁啊到时再整啦。另外就。虽然其实可以用其他方法去钓一啲书本又或者皮嘅，钓鱼系可以钓上嚟嘅，但系就我懒得钓鱼，懒得钓鱼，冇啊，好似都系全部都系牛嚟噶，并没有见到任何其他嘅动物。诶，发现有鸡啊，但系就都系争呢一个羊啊，有鸡蛋。一粒雞蛋啊，睇下有冇機會整成一隻雞啊！整咗第一隻雞，我哋就可以整雞嘅農場啦。有冇羊啊？全部都牛嚟嘅，羊你喺邊啊？冇乜發現啊！有啦有啦，羊有啦，終於揾到你匿埋喺度。剪有幾多羊毛？一嚿連整咩都整到。有見到啦，有其他。有其他羊喺度啊，但系都系得一只啫，又系得一嚿，咁少毛嘅你哋，会唔会太少啊？之前剪过定点啊？你哋有人帮你哋剪过啊？羊呢？行咁远得两只啫，有啲大镬喎咁样。呢、這个方系我屋企啊，系嘛？应该系啩？好，揾到我哋嘅村庄啦，但系。都系得两嚿羊毛喺手，做唔到床，一张床都做唔到。嗰度有羊，见到啦，终于俾多只你得唔得？俾多几只你啊？我想整两张床啊，系啦，其实两张床都唔够啊，因为我屋企嗰张床咧都系立其他 NPC 嘅床嚟用，所以其实应该理论上至少要三至四张先够用啦。有啦，唉，发达啦，终于找到羊毛啦，天黑了，准备怪物准备要生成啦，正，有两嚿，有羊呢度，再一只 ，very good， 原来都喺几近嘅地方，但系行错位置啊，得闲可能将成个山劈咗佢先，劈咗成个山佢，好，另一样帮你剪毛。啊！帮你免费剪毛啊，帮你理发啊，免费帮你剪头发。哎，嗰度有怪啦，已经见到啦，射我唔到，飞入去啊！咁都俾你射到，哇！会唔会打我啊？铁巨人惊，劲惊铁巨人会打啊！好啦，嚟到翻嚟呢一个 NPC 啊，新起嘅两个 NPC 嘅房间啊，然之后就整一。哦，有12个，都几够咁样。底下系木啦，上面系羊毛。OK， 有几多张？4张，发达啦咁就。好，4张床。OK。同埋啲村民咧都需要大量多啲啦，太少啦依家。上面整多张啲，补翻一张喺度。好。系咪已经有人瞓咗我张床？冇喎，去咗边啊？佢应该翻自己间屋啊，咁真系，定系佢自己跌死咗呢？我都唔知道。如果可以知道啲村民嗰啲标记嘅话就好啦。系咪喺呢一间啊？啊，喺呢度，呢度两件，上面系咪仲有两件？上面一件，呢、這个系渔夫，下面呢一个应该系石雀喺呢边。又冇啦，唔喺度。
人不在。呢度有个啦，呢、這个牧师好似系神职人员，呢、這个系神职人员。呢度都有个，呢个边个嚟噶？我呢个先系石像。咁头先嗰个系，哇！屌你上到嚟啦，有笔啊！点解你会上到嚟啊？我咪嗰度多嗰架啦。哇！顶嘅蜘蛛，蜘蛛，蜘蛛。迟早我都要强化，下集我就强化一下我嘅城墙先。那个城墙好唔稳固，好容易出事。下集就去搞搞啦。依家先探访晒所有嘅村民先。呢一度呢一度有冇？呢一度都冇，好惨啊！啲村民，啲村民唔知去晒边。有四个俾我拎咗去翻工，其他啲跟住就唔见晒啦。等迟啲慢慢就会越嚟越多噶啦，系啦 ，OK。急集时间嚟呢度先啦，下集咧将会强化村庄嘅城墙啦，研究一套完美嘅一个嘅防护系统，令到大家呢个村民咧得以咧好安稳、好安全咁样喺呢一个村庄度生活啊！在此村长承诺，好，急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一级再见。咁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啊，同埋咧未订嘅话，咁我订住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话说咧，我哋而家呢个村庄咧，越嚟越多一啲唔同职业嘅村民啊！依家咧就想同呢一个铁雀啊，呢、這、一个啊石雀，哇！你做乜加咗价嘅？之前明明10蚊嘅，点解变咗12蚊？依家你坐地起价嘅朋友，系啦，就换呢一个绿宝石嘅。OK， 换啲绿宝石用下啦。跟住好似诶，等一下，跟住等佢进化啦呢度，睇下佢会俾啲咩我先。依家呢一个交易系统都可以话系算系暂时开始好起嚟啦。呢个俾啲咩我？石头换绿宝石，哇！石头换绿宝石咁抵，有得谂喎咁样。虽然佢都系21粒，有得谂喎。OK OK， 依家即刻去烧，准备呢一个不断生产绿宝石计划。好啦，烧咗少量嘅石头，可以换绿宝石啦。又可以帮佢升呢啦。诶，嚟啦嚟啦！差唔多啦嘛，诶，仲争下 ，OK， 学徒升呢啦，进化，安生岩16个，哇，仲简单，安生岩换，会否呢啲简单？16个安生岩等于1个绿宝石，安生岩直接掘唔使烧添，几好喎，真系，真系可以量产喎，换咗6粒之后，红砖头呢啲唔使换啦，浮雕石砖冇乜用啦，抛光都系废。所以最有用都是安生岩呢个同埋石头，迟啲又可以用呢、這、一个石雀咧嚟换绿宝石了。